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大西，你可以叫我史大西，可以叫我史大，叫大西，或是你也可以叫我 Stacy， 当然你可以叫我史大小姐。我们现在已经安全的抵达爱丁堡了，我们住的这间旅馆叫做 Premier Inn，Premier Inn，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念，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摆设还不错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间很舒适的商务旅馆，其实房价还不贵，这间是新开的，新盖好，这样讲了，新盖好，所以其实是里面很舒适。然后因为那个苏维尔刚刚睡着，这也太舒服了，他躺在这边就已经睡着了，所以现在就由我史大西本人单独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 Premier Inn 旅馆的周边设备跟环境哦。对，请跟着我走。你有夹睫毛 OK 吗？有没有粘好？我刚刚其实素颜坐火车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？素颜不拍照这样，对啊。然后，根据我们的行程呢、啊，今天是5月17号礼拜二，我们是今天从伦敦坐5个小时的火车来爱丁堡，然后会在这里待1、2、3、4。其实我们会在爱丁堡待8天，这样子，然后再离开爱丁堡到伦敦。好的。然后这里是厕所，就浴室里面整个还蛮干净的、舒适，有一个小小的浴缸啊，浴缸。然后，这边是那个他们的肥皂，然后这边是他们的那个洗发精、沐浴乳、毛巾。毛巾其实是我自己带的。OK， 然后看一下这边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像澳宝啊什么什么。这种都是自己台湾带的安娜翠的卸妆，我用这个卸妆去角质，然后那个洗面乳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我睫毛有没有乱。哦，我觉得真是睫毛乱七八糟。然后头发也很干啊，因为最近比较来这边，可能空气也比较干，又没有在保养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是一面。全身镜这样子，对，全身镜。像我们本来伦敦那边民宿啊，就没有全身镜，所以照衣服的话搭配比较造型要麻烦一点。OK， 好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吹风机啊，充电器啊，这要用三插头的那个充电器。这里是衣柜，那我觉得他们的衣柜其实这样子很省空间，那就是在后面。入口门口进来一点点，这样也真的是门。好，然后这样子走，床很大吧？嘿嘿，给大家看一下布袋狗在这里当大爷，对不对？他们当大爷在睡觉。那这条毛毯是我台湾带回来的，布袋狗是我台湾带的，因为它是我最从小到最忠心的好朋友，他一直陪我啊，陪了从小学，不是小学，从20几出头吧，就陪我到现在这样。你看他现在睡在那边睡得多好，然后苏伟老公也睡着，我快想要睡觉了。我们最近都太累了，所以我也很想睡。其实我这一天也很累。这间旅馆呢，它标榜的就是说。它可以让我们一觉好眠。他说我们在这里一定会睡得很好，在这 ，A great night sleep guaranteed, Premier Inn。他说要保证你在这里一定会一觉好眠。那我就想说，如果能让史大西一觉好眠的话，那其实这世界上所有事情一定都做得到。因为我已经失眠好几天了，就真的很累。那我们都还没吃饭，就带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。然后这边看过去就床啊、房间啊，这还有画，这都是我们的，这是我用的隐形眼镜啊，光彩。直播我介绍过，我是戴光彩的隐形眼镜，就现在戴的。然后是用这个眼影，这几天几乎都是擦这个 Kate 眼影比较多一点。还有，
眼钩 NARS， NARS 的眼钩。这里先几乎都是先用这一个，就是打底，打底然后再上眼影这样。这个就是喷头发，他喷头发喷脸都可以，这是欧舒丹的，他就能给那个用这个喷头发，轻喷，他喷脸就可以出门咯。它有点玫瑰的香味，我蛮喜欢。好了，所以苏伟老公已经醒了，我们要出去吃饭了。对，要去吃饭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做个 ending 好不好？一起跟大家说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